会有涨不起来的状况，那这一块我们其实就会要求他们去市场直接就是把操盘贴上去，那这一块会是最迅速复原的方式，就是先把土稍微翻松之后，那直接贴草坪，然后到最后表面，那这个东西基本上这一块的一个情况能确认一下，叫做平常是用水遮冲，对，就是用水遮。那其实这个恶臭味，是因为草死掉的味道啦，对，草死掉的味道，对，那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水遮再洗过草重新贴上去，好，那大概就。应该会散掉啦，对，那如果还是没有散掉的话，我就会持续来做一个追踪，那要求他进行必要的消毒动作，要求他们在这个礼拜就要修复完成，就是说这些修复的工项这个礼拜就要帮我把草贴回去，把土整理好这样子，对，我们期限是这个礼拜。这个就是虽然这个当初这边就已经很泥泞了，但是我们来借这个场地啊，我们还是一样，我们把它做复原。所以从昨天早上开始，我们就已经在做一些复原的工作啊。你跟市政府去跟他申请，本来结束了以后，我们本来就是要做一些复原的一个工作哦，这个是我们该做的一个事情啊。那我们现在昨天就已经跟他们高丹处的一些相关的首长就已经来看过了，我们也来找厂商啊，来这边来看来估价。那今天来了，就是请我们高丹处的他们的一些长官啊，再来看有哪一些地方我们原来我们希望要复原的，他们来了以后还有哪一些我们需要再加强的，那我们都会做一些复原的一个工作啊，这个是他们在申请单位本来就该做的。